我说真的，我今天是不是还挺帅的？昨儿半夜我妈给我洗了个澡，给我捯饬了一下。你说她一天虽然不干啥正事儿啊，那给我照顾个孩子，就是还算行吧，也不能说特别好，还行。哎妈操，天天都能遇到我那朋友呢啊！走走走，妈快点的带我过去，带我过去。哎，我给你闻闻，我给你闻闻，你闻我身上香不香？我昨天晚上洗了澡的，用的进口沐浴露，你快闻闻我呀，闻我香不香呀？咋的，你不乐意跟我玩啊？哎，我去找你妈去！你看你妈在摸我，哎，她不喜欢你喽，她喜欢我喽，我今天可香喽，我把你脸压下去喽！你怎么每天都能找到理由喝奶茶呢？母亲节前一天要喝，母亲节当天要喝，今天牙疼也要喝，哎，我真服了！你给我夹紧点嘛，我害怕，这电梯咋摇摇晃晃的呢？这咱家楼层咋这么高呢？哎呀，我可害怕了！你等我睡会儿的，今天跟你出去一趟，啥也没捞着，我心里不咋地。不是我说你，我这儿睡觉，你搁我旁边趴着干啥呢？那我能很确定我是条狗？你到底是个啥品种啊？你多吓人啊！你是不是得狂犬病了？那我寻思我也没咬过你啊，那怎么了？你搁外面被谁咬过呀？多吓人呢你！